传统武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基本功的一个项目叫站桩，那么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混元桩。那么竞技武术和其他武术都有桩功，传统武术里边这个桩功啊是大家呀见得最多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专门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练习混元桩，混元桩它的具体的练习的方法。那么人啊通过这种站立式静止的这种状态，通过这种站桩，第一个是练的是我们心要静，第二个是练啊体要松要沉，沉肩坠肘身体下沉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领。那么所有肋胛拳它讲究的是力道是往地里面沉啊沉。那我们看一下它具体的练习方法。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正对前方。为什么与肩同宽？因为脚下有一个涌泉穴，肩上有一个肩颈穴，这些都跟水有关系的，说明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站立过后让我们气血运行的啊各个部位。与肩同宽啊，膝盖外翻啊，膝盖微微的外翻，保持站立，肩膀放松。刚开始不要做什么，马上做成这种抱球式，肩膀放松一下，做站立式的自然呼吸，臀部啊后坐啊，以这力量向后，重心在我们整个脚的中心。通过这个练习之后，我们然后把手抬起来，大家看中指是对准我们的这个膻中啊，以这膻中穴，然后手臂啊向外撑。那么什么叫混元桩？桩我们知道是木字旁加个桩，就是说我们指像树桩一样，人像树桩一样，脚要伸根，手混元，就是我们身体啊要抱一个这种圆球式，达到天地人混元一体的意思，才叫混元桩。下颚微收，舌顶上颚，眼帘自然下垂，看着脚尖的方向，保持着肩膀下沉，基本的姿态就是这样。然后呢随着你站立的时间的增加，你会发现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身体会慢慢的放松，所有的力量会撑在小腿上，你的腿部的肌肉慢慢的会变紧，然后你的上肢啊开始啊，尤其是肩胛骨开始慢慢的发酸发胀，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站立，可能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会打嗝呀，可能也有一些会放屁啊等等，这是一个排浊气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练习混元桩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站的姿势，不要太过于随意，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专注力。第二个呢啊，我们在站立的时候身着宽松的衣服，脚穿布鞋，找一个避风的地方，练习时间尽量我们放在早晚。通过这种长此以往的练习，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它的免疫力会上升会增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